全部打湿了。快点起床。都下大雨了。百年难遇的暴雨从天而降，长远村小学突发内涝，岌岌可危。学校都快被淹了，就让没来上课的小朋友全都别来了。由于没有排水系统，学校开始积水。外面真的水这么大吗？肯定放淋了。由于你堵住了。来，我来烫，来，我来烫。还是没烫。这个学校都淹了，那一下真是难。小白和李茂出来帮忙。雨越下越大，积水越来越深，节目组当即决定全体工作人员投入抢险，然后手递给手的那种传递的方法，把水给用盆装出去。最后导演组帮忙过来弄水啦，关键是人心爆发，就那么高的小孩也在那里想方设法去帮助学校，当时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团结。上面的别人了，行了。雨势逐渐变小，但危机并未解除。你捡到？你衣服湿了？啊。没有换的吗？没有。你的衣服呢？刚去那里，礼堂那里点了一堆火，把头发擦干，去那里烤一下，要不然人家感冒了。我还没有裤子。工作人员，你们穿的两件衣服全部给我脱一件，然后赶紧给那个小一点的孩子穿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把你的衣服脱了，穿我的那件。穿着，快点穿上。熊熊烈火驱赶着寒气，但细心的郑爸爸依然不放心。烧起火干嘛？好像开始了。现在把灯洗一下，把它抬好。反正我老爸很负责，以前有见过，只要是他，不管是什么事他都做得很认真。